谈情。女生的话，就喜欢的类型的人还是不一定限于女生，我觉得。嗯。啊，是就开心就好。啊，开心。关键最重要的是开心。那我男孩女孩都说吧啊，女孩的话我喜欢可爱的、懂事的。嗯哼。男孩的话我喜欢，我挺喜欢就是。最好是能顾海的性格。哎，男孩我就喜欢我这样。白若英的性格结合在男孩我就特别喜欢我这种男孩。然后脸的话懂事，懂事啊，就像你一样，像你一样。最可爱就是他犯傻的傻。谁跟四个演员谁跟自己饰演的角色是最近的？黄景瑜啊。你的意思黄景瑜也傻？没有，我没这么说。我最可爱的时候啊，刚睡醒的时候吧。怎么样，先起床吧。我看你不起来一直拍你。什么？慢慢的起来，不能慢慢的起来，要起来就要一下起来。你觉得你自己什么样子？我觉得你喜欢的样子我都有。卡通人物，后面的 Jerry 吧，他是 Tom。那我就 Jerry 吧。挺喜欢你的。那你呢？你猜，我觉得你挺稀罕我的。没有，就是熟了之后上升一种情感啊，不仅仅是剧中延续到现实生活中间，有没有走心一点？我们在朋友方面是蛮走心的，因为我们都很真诚的去交朋友嘛。那除了朋友方面呢？你猜，你猜呢？大叔猜，我看得不明不白，我也猜不出来。这边有隐含。我问说，我问你看起来最老实，嗯，你看起来最可爱。你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看来这四个是一伙的，果然。OK。